兜我这么一圈，把上下都卡住。哎，这小蜜蜂根本就不会把咱狗哥放在眼里啊！你说吧，是哥试试吧。你别搞我，求你了。没关系，狗哥已经习惯咱们的操作了。你们看，狗哥的眼神盯着蜂巢，是不是有一丝爱意它涌上来啦？所以说，我要给狗哥做一个小手术，只要我这么一画，狗哥就穿上了小裙子。你干嘛呀，宝宝？先别说话。狗哥跟蜜蜂斗了这么多期，早就斗出感情了啊！所以说，咱们把狗哥化身成穿裙子的小改改，再把蜂巢变成手持爱心的小哥哥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不就是蜜蜂配小狗，天长又地久？ Oh、my love, 来，你们再来瞅瞅，虽然过关的时候啊是非常的卡，但这不就正代表着爱情它不会一帆风顺啊？只要两个人携手共同奋斗，就会走到幸福的终点。来，听懂掌声。有小伙伴想让我在这一关画一个小人儿，那这很简单呀，我一手堵着蜂巢，一手扶着墙，这样过关还不是轻轻松松？起飞了！喂，不是吧？你们故意坑我的是吧？可以可以，我还有个大招呢，来看看这个，还是一个小人儿，双腿保护狗哥，然后这两只手准备发射大招，看我的龟派气功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哇，咋的人呢？看来要想过这一关呀，必须拿出咱们的独家秘方了。先来一个酒杯圈住狗哥，再顺流而上画一个大酒瓶子出来。你们是不是还不知道这是个啥？来看看这个，哎，一只小鸟，没错，这就是雷霆嘎巴无情哈拉少之小鸟伏特加。干了，兄弟们！来，小伙伴们，只要在评论区发送土豪狗，解锁新的隐藏表情之后，就能加入辉哥的雷霆嘎巴小分队，辉哥等着你们哦。还有，你们都想让我玩这一关，里面是鲨鱼和狗头，我猜你们一定是想坑我。切，想多了。来，先画一个 M 看看情况，好像也没啥大不了的嘛。就算他鲨鱼被蛰了，我也什么情况？傻狗怎么还玩谐音梗骂人呢？杀狗是吧？行，可以，那我也来画一个杀狗，狗狗的脑袋和鲨鱼的身体，我这回看你小蜜蜂还怎么蛰我。你们来呀，你们来呀，嗨，我来了，我来了啊！不是不是，别，我的妈，这啊！小伙伴们，辉哥今天都变成杀狗了，感觉也够惨的了吧？你们就不要发电邮嘲讽我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们非要发，那来，谁要是敢发一个，我就敢在评论区发十个回给你们。不信试试、啊、这游戏不是跟我玩谐音梗是吗？那辉哥我也来一个，先把一个鲨鱼脑袋和身体画出来，然后在胖胖的身体上画上西瓜的花纹，最后再把尾巴画上。哎，傻瓜来袭，来呀，你们谁敢蛰我，谁哥说这就是小傻瓜啊，谁就是小傻瓜、哎呦，一柱擎天的狗哥，上面还有两个大蜜蜂啊，好说，让我顺着墙把狗哥这么一围住，哎，很稳的嘛。哇靠，你在搞什么啊？这是我草率了，没关系啊，狗哥，看我这回的表演。哎，我画一个大号的，小伙伴们都认识的，全世界都通用的，国际上公认的友好手势。哎，你们来打我呀，哦，来打我呀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嘿嘿。啊操，给我气死我了。小伙伴们来，都给辉哥点个赞，咱们接着救狗，接着干。他这一关就很过分了啊，四个蜂巢围住了狗哥，怎么着，不让狗哥活了呗？行，我把你们都围起来，不是想蛰狗哥吗？去吧，使劲给我蛰。哎，干什么呀？哈雷哥，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咱们怎么能迫害狗哥呢？看我这次画一个高科技的东西，中间一个圆，四周是记忆，再把记忆上的螺旋桨画出来，没错，无人机。啊、别看咱们好像要掉下去了，但是蜜蜂提供了动力，我直接就飞起来了。怎么样？这就叫做生物飞行器，是不是很高科技啊 ？Nice。现在的关卡设计的是越来越过分了啊！不画个小人，狗哥的安全根本无法得到保障。但我是谁呀？我是画小人的高手，这回绝对稳。滚！啊，这不就被打脸了吗？没关系，我再画一个小人，我这回我换个姿势、啊、看见没，太极拳里面的白鹤亮翅，来呀蜜蜂，滚啊！这不就是被打脸两次吗？没事，我再画一个小人，我这回我再换一个姿势，我让狗哥比个心，嘿嘿，这回总该成功了吧。那咱们就别打扰狗哥和蜜蜂的幸福生活啦，结束。